国觉醒现在有在进行一个三周年庆的活动，我现在呢要给你们一个挑战，赢了的人呢就可以点击我们下面的个 link， 然后参加这个活动。如果你赢到的话，你会拿到很丰富的奖品，这些全部都是他们会送出的奖品。今天的挑战呢，你们要转这个转盘，看你们转到哪一个文明最强的几率。我先。在这个游戏里面呢，有十二个文明，我们只做到八个：日本、韩国、巴伯、法兰西、罗马战士、德意志、西班牙、中国，还有剩下四个文明：不列颠、维京、奥斯曼、拜占庭。里面已经有我有想要的国家，我要选罗马。罗马，罗马，罗马，罗马。德意志我听讲也是很强啊，他的骑兵单位攻击力提升5%，部队训练速度提升5%，行动力恢复提升10%。厉害吗？你再选哦。我要日本。一切。不要日本，不要日本。中了。哇哇！韩国也是可以的。韩国有什么？他的工兵单位防御力提升5%，医院容量提升了15%，是什么？科技研究速度提升了3%。你们讲的哦，全部都对。可是这个游戏呢，它讲的是策略的游戏。前期的日本文明呢是囤积资源的，中期中国的文明呢是疯狂的去建造，后期呢维京的文明呢叱咤战场。到底谁会是最强的文明？我们游戏中见分晓。现在下载《万国觉醒 Rise of Kingdom》，就可以有机会赢取丰富的奖，千万不要忘记用我们的 gift code 领取你们的专属福利。你觉得最强的文明是谁？现在就跟我们一起 Join the legend, fight for glory, Rise of Kingdom! Rise of Kingdoms, download for free.只是黑板差没有啊，还是要用笔书。随便啦。今天我们要玩的游戏就是科学问答题，动物篇，请看游戏规则。第一题，小学题目啊，这个是骆驼的驼峰里面储存的最多的是不是水分？对还是错？你写 yes or no 就可以了。3、2、1，请开。谁讲 yes？ 我。谁讲错？所以2、2、1，答案是错。Yes， 点对呀、啊。哈哈哈哈哈！是水呢？驼峰里面装的最多不是水，而是脂肪。不不，以前老师讲，以前老师教的是。以前你的课表是谁教？他名字出来。李丽莲。李丽老师，对不起。李丽老师，你叫他驼峰上面有很多水是吧？好意思，我的班上没有蠢蛋，谢谢。第二题 ，C， 他吃自己的尾巴是为了什么 ？A 是为了调节体温 ，B 是为了补钙 ，C 是为了躲避敌人 ，D 是因为他感觉到疼痛。3、2、1，请作答。答案是 B， 补钙。幼稚园敢来笑我？回想那时候你们去喂鳄鱼了，你就想吧，有什么动物没有舌头？Next，
题，下列动物中哪一个动物是不冬眠的？不冬眠啊？不冬眠啊 ？A. 青蛙 ，B. 乌龟 ，C. 老虎，请坐，答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来开。C. 答案是 C 老虎。哦，老虎不，我真的是猜不到。青蛙我懂，肯定有。冷血动物是不会冬眠的吧？你不要讲讲啦，我老虎懂的就觉得自己很厉害。谢谢李丽媛老师。哦，只有冷血的动物是不冬眠的、啊。哎，冷血动物会冬眠。乌龟是冷血咩？冷血咩？是啊，它是 reptile。哎，你这样子讲，你在拍桌哎，你要讲真的嘞。真是的。是哎，乌龟冷血动物哎、欸。他在反超哎、欸。哇塞，科学动物小知识王，你们在那边怀疑我。第五题，虎鲸可以发出多少种声音？这个是小学问题。17种 ，B 18种 ，C 19种 ，62种 ，D 108种。哎，关注这个不要给三秒，没有没有，不要想太多了，写吧，我们讨论一次给一次。不会吗？你会不会？ Okay, 不会是不是 ？OK， 讨论、啊、你不会是不是 ？OK， 我们一起讨论一个，我们播一个，不是 C 就是 D， 不是 C 就是 D。我觉得不可能是多种了，我觉得对啦。李丽莲有跟你讲过吗？对，李丽莲没有教过我这个。OK， 我觉得十八，十八，这样跟你啊，这样跟你哦，跟我、啊。OK 啊，十八，来 ，OK， 来，坐，答。一，你这个，他真的。答案是 C， yeah， 哎、欸，好惨，要死大王吗？这是叛徒哎，真的叛徒来了。下一题，蜗牛休息的时候 ，OK， 它在休息。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叫醒它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再问多一次。来，蜗牛休息的时候。来。蜗牛休息的时候。休息多少、啊？蜗牛休息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叫醒它 ？A. 敲打它的外壳。B. 大大声喊。C. 把它放去水里面。D. 拿食物放它鼻子里面。前面引诱他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请作答。C D C。他把食物放鼻子，引诱他鼻子。那是你，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是蜗牛嘛，哪有可能是这个？答案是 C 吧。耶！下一题，蝌蚪它是靠什么来呼吸 ？A 皮肤 ，B。塞 C 肺 D 鼻子，三二一，请作答。C， 哎，你这 C 肯定错，对了。答案是全部都错。这不可能是鼻子吗？塞呀、啊。答案是塞。哦，他是有塞，他没有塞嘞。这塞嘞？想蝌蚪没有塞嘞？青蛙过后有长肺。我看过蝌蚪，我塞而已。下一题，海参它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它会用什么方式来自卫？不动。王彪。哎、欸，你到嘞？哎、欸，我们这个是知识型的、哦、，OK。它会用什么方式来保护自己 ？A， 它会吊它的尾巴 ；B， 它会吐它的内脏 ；C， 它会跑 ；D， 它会放臭屁。三二一，请回答。吊它的尾巴，真的壁虎啦！它是壁虎，有知识，这个有知识啊！海参哪来尾巴？海参本身就是尾巴。乌龟，乌龟除了用嘴巴来呼吸，它还可以用什么其他部位来呼吸 ？A， 它的头皮 ；B， 它的肚脐 ；C， 它的屁股 ；D， 它的指甲。他的肚脐 ，A 是他头皮啊，头皮、肚脐、皮骨、指甲，肚脐啊，肚脐啊，应该是肚脐、啊。三、二、一，请坐啦。不行不行，逼着我，逼着我。你的逼是肚脐，答案是他用屁股。哎，这些真的是小学教我们，真的。到了你也会忘记，是你们笨，呵呵。鲨鱼它怀孕一次要多 ？A 一年 ，B 两年 ，C 三年 ，D 四年，请作答。准备，答案是 D 四年。我操！鲨鱼怀孕这么容易的吗？公布成绩。不要动动。4-4-1。现在请进入我们的惩罚环节。Check it out。
今天我们还是要打这个底。没有错，阿巴沙拉沙亚班。我们今天要他踩住这个指压板上面的打他。如果他从这个指压板下来，是不是重新打过？我要你这样打开，你不会滑，不会不会，你不会滑，你站上去就不会滑好了，相信我。啊，对了，很好。你要先还是我先？我觉得你先。OK， 来，我们石头剪刀布，不准下来啊！下来剪刀一边来。石头剪刀，你等一下你去吧。我出，不用紧，我们来决定命运。石头。OK。石头剪刀布，哎呀，重来。OK 吗 ？OK， 你选啊，你选啊，随我们谁先 ？OK，谁先？哎！太辛苦了，来，啥度，如啊，明白，一啊，嘛，这样轻的，炸掉，哎呀，来，哎，不顾，来进攻，叫他们干了的，啥度，如啊，哎呀。哎呀，打不赢独轮呢？打不赢独轮呢？再来 on set 呢？哎呦，第一个 ，OK， 来 ，One blow，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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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来啊来啊！哎呦！你看，滚！哇！看到那个音吗？哇！真的痛，我没有骗你。哇！真的不是开玩笑啊！哎，要下来头有点难的喂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。不要喜欢他们两个，也不要喜欢馆主，你们记得要在下面口面讲，叫馆主不要再玩这个游戏了，懂吗？懂不懂，各位？求求各位！然后还有要记得去download我们的。哎呦！来，记得去玩 Rise of Kingdom 也去看。很棒啊，抓 K 都不会抓。